33个颜色。白色、红色、黑色三色金鱼在手心里活跳跳，林先生靠着摸鱼赚钱，因为他每天和上万只金鱼为伍，换水喂饲料，无微不至，像是自己的孩子。舍弃过去在县政府的稳定工作，创业养金鱼，一年过去已经月入100K。那他的薪水就是固定了，可能你做到60岁也是那个薪水。那我们就会想要自己创业。虽然公务员人人称羡，被视为铁饭碗，但约聘制升迁困难，让他毅然决然决定创业。加上过去家中饲养锦鲤有相关背景，决定从泰国进口金鱼回台混种，平均一年能卖出25000只，算一算月营业额15万，扣除水电费、饲料钱大约4万块，能实领10万月薪。这只就20几了，对，嗯。有些金鱼甚至比手掌还要大，超过20公分，但鱼鳍完整，流血漂亮，而身形颜色更是饱满。将饲养的金鱼带到国外参赛，还意外得名。它的身体的鳍，各个都要完整，越完整越好。30尾狮头金鱼全是他的宝贝，不再仅捧人人称羡的铁饭碗，选择创业养鱼，发展一技之长，让摸鱼闯出名号。谢鹏志明苗栗报道。